看到老师就哭了。我要耳钉。Have a nice day， 阿宝。Peace bye 哦。拜。既可爱又心疼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幼幼班的宝宝喽。Hello。两岁多的点点宝宝要上幼稚园了。赵小乔、刘亮佐、刘子圈也依照家里传统，陪着宝贝展开新旅程。点点宝宝人生中第一次上学路。哎呦，你要上学啊你！完了！今天要去学校谁？真的难受。老师，还有同学，有哥，我们要一起走路送你进去好吗，阿爸？妈妈。嗨，阿爸。爱心，宝宝看有点紧张，我看他脸上有点紧张。那还好啦。我们下午见喽，宝宝。爸爸，我们要上学了。你给爸爸抱一个。嗯。完全不理我。他完全不理你。那哥哥抱一个。可以抱吗？我们比较有情绪。哦，你真的还不知道你今天要干嘛？好，拜拜啦，明天就会抱你们。再见。拜拜啦，爸爸妈妈三点半再见。走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他去玩，可以，对的，真好。我原本以为我们要走的时候他硬要哭，结果没有。其实我有一点矛盾，他没有哭，我有点难过，但是我又觉得有点开心。他哭你也难过。对，觉得说哇，原来他真的可以把我手放开，原来他可以过得很好。已经经历过流泉的阶段，应该可以习惯了吧？我这是成人版的，好不好？那我觉得最好笑的是，我们给他抱一个哦，我们自己都比较难过，他都不给我们抱，他不知道是要这样子分。对，我觉得你两个口味都可以尝到。今天的是好聚好散，明天是难聚难八相送。妈妈要跟爸爸去上班，你给老师念。我们下课吃吉拉豆啊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走喽。拜拜，拜拜，阿宝，拜拜，拜拜，你好棒。我叫哥哥来接你。我们叫哥哥来接你。阿爸早安。哎，我们放学要去星光三月，开心。睡觉。看到老师就哭了。我要耳钉。我要耳钉。吃好吃的吐司。阿爸，拜拜。拜拜，老师，谢谢。下午见呐。Have a nice day， 阿爸。Peace bye 哦。拜拜。阿英上学路，其实我明明记录了一个多礼拜了，其实我都没有哭，并不是没有情感，而是我马上冒出来就想说啊，我要怎么去转移他的注意力？我要怎么样去说服他，让他好一点？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老师？也很谢谢老师，老师会打给我。跟我讲宝宝的状况，目前每一通电话都是很安心的。对，只有第一天宝宝真的是一直想到我就哭，想到我就哭，他中间也不睡午觉，就请我们家宝宝来跟我们讲话，在电话那一头我就妈妈，哇，那个两声出来我就有点。但是他第一天到学校就吃了三碗饭，之后也没有破过这个记录。我的天哪，怎么肚子那么饿？那现在已经一个多礼拜了，原本早上他起床是哭着说不要上课，那现在只是嘴巴会念两句小毒农，在车上还会开玩笑，还会笑嘞。十几年前带刘子泉的时候，刘子泉是哭特别特别惨，会哭到那种喊救命这样子。救命啊，爸爸妈妈，救命啊！点点宝宝他比刘子泉好很多。然后我今天就慢慢的植入他，就跟他讲说，老师教你唱歌跳舞，你回来教妈妈哦，妈妈跟你一起跳，陪伴着他。慢慢解锁他的人生很多很多的新阶段。祝所有的宝宝了，上学都可以不哭哭，开心的享受学校的生活。